奥迪 TTS 抢先试驾，狗牛啊，帅哦，真是美人配香车，赞哦！哦，加速很快呢，都不给我看清楚，这是什么车？原来是最新的奥迪 TTS， 除了可爱，还多了几分杀气。操控界面操作起来很轻手，完全没有大马力跑车不好驾驭的问题。你看辣妹开得多开心，连手都放在车窗上了。不过后座真不是给人坐的，放放包包大衣还可以。有讨厌的人关他两遍，保证不会想再搭顺风车。好险后座还可以打平，疯狂血拼不会放不下。山路飙起来真的很爽，过弯有够稳，跑车声浪听起来更凶，让人越开越不想下车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